哦，都已经找了一个月，还找不到凶手是谁？哎，对啊，怎么办啦？永远都找不到哎。怎么可能？那是你们办事不公，公私不分，再找一下啦。哎，等下，你们看，店长怎么在那边？他在干嘛？有事，店长。等下，先蹲下一下，蹲下一下，蹲下一下。我要去看。不是，你不要过去啦！哦，白色被发现，你干嘛？过来。错了，不是，错了。 哎，他干嘛打棒球啊？臭流氓！你们要找人，其实就在你身边。